哎，是那个小伙吗？刘聪，这小两口结婚啊，这需要钱的地方很多，你也别怪阿姨说话直啊，这彩礼钱也是你们今后生活的保障啊。啊，好的，阿姨，我明白，这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给我拿2斤苹果吧。可是潮汐，给我拿2斤苹果吧。曹丽，怎么精神感觉不太好？这不是打算结婚吗？这不是彩礼钱少了。这个卡里有53200元，我先借给你应急。这个是你爸让我给你的。他能给我钱？他爸爸的没我这个儿子呢。来，你给我来。那。 我爸不是在吗？我家吗？干啥呢？桌子还没收拾，就开始偷吃啊？我现在就收拾。行，别收拾了，我这不养闲人啊！别干了，赶紧走吧。这天底下哪有不心疼孩子的父母？ 你先在这等会儿，看看你爸爸是你想象的那样吗？是我，哎，那个钱给他送过去了，彩礼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咋不给他送过去呢？当年他奶奶生病住院，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，没让他上学，他这是怪我呢。 小红，哎，小红，爸，对不起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看老三干嘛呢？我想喝家里的高粱酒。嘿，我和你二大爷在这喝酒呢。等过段时间，我买点好酒再跟你说。挂了啊。 哦。